今次去到美国的 Santa Barbara， 为的就是这一部 Mercedes Maybach。 这部新车上年在洛杉矶和广州车展第一次亮相，重新之后的 Maybach 就用了 Mercedes Maybach 这个名字，和 Mercedes AMG 一样都成为了 Benz 旗下的子品牌。第一批将会有 S600 和 S500 两款车型，据厂方人员透露之后还会推出比较入门的 S400。而我们今次来到这个度假区所试的就是顶级的 V12 版本 Mercedes Maybach S600。 Mercedes Maybach 基本上就是建基在一部 S-Class 上面，比起一部长正的 S-Class， 车长还要多了 207mm， 而多出来的空间呢几乎就全部放在后座上面。车身最大的分别就是在于后门，缩短了 66mm， 在C柱之后就多了一个三角形的窗仔，而在外面亦都多了一个象征 Maybach 的 Double M 车徽，车尾上面亦都换回 Maybach 的字样，不过车头就用回 Benz 的星章。我们问过厂方为什么不索性用 Maybach 的车徽呢，他们就说因为 Maybach 的知名度不算很高，尤其在他们最大的市场中国大陆里面。既然定位是最奢华的老板车，车入面当然有很多高级的享受啦。首先最大的卖点就是后座的座位，超长的 leg room 令到两只脚可以完全伸直，而全车也包了高级的 Napa 真皮，质感方面当然是一流啦。而这套凳除了有冷暖风系统，也有按摩功能，绝对是头等舱的享受来的。当我找到最佳的坐姿之后，就可以慢慢探车入面其他的配套了。至于性能上面 ，Mercedes Maybach S600 用的是一部6公升 V12 摆 Turbo Engine， 输出是530匹马力和 830Nm 扭力。数字上当然是厉害，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因为顶级的老板车最重要是坐得够舒服。这部车就有 Magic Body Control 系统，和非常讲究舒适度的气压避震，所以行起上来很稳定很顺，加上隔音效果比 S-Car Coupe 还要有所提升。难怪厂方够胆讲，它是全世界最宁静的豪华房车了。